您各位一鼓掌，我就知道了啊！大伙儿都喜欢听相声，爱听，不好这口的不上这儿来。对了，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啊，麻木良乡各有所长。嗯啊，有的人喜欢吃东西，喜欢吃，比如刚才这大个儿。哦，对，好吃东西。哎呀，大个儿啊，大饼卷着馒头，就着米饭吃。一气儿就吃三样主食。今儿今天来带了四斤切糕，干嘛呀？我说干嘛使啊？啊，我留着一会儿印厂用。嚯，印厂用切糕。于老师也有爱好，谁都有。好喝酒，喝一口。那回喝多了，啊、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了一根半。嚯，眼神也不好。没有一天不喝酒的，哎、一喝就多，不喝正好。嗯，有的时候喝差不多了，走，啊、出去解手去。哦，上厕所、啊、往外走，晃晃悠悠的，嗯，往这一站，嗯，把夹克这拉锁打开了，哗啊，衣服拉锁啊，喝多了吗？嗯、啊，这一晚上吃饭，他得出去好几回，嗯，啊，开始还行，一会儿再回来晃晃悠悠，嗯，一进这包间把裤子脱下来蹲那儿了，啊，吓我一跳啊，赶紧敲桌子，嗯，他一说话连我都乐了，嗯，别敲了。我也没带纸、嗯、嗨，这是厕所吗？这啊，爱好不一样，喝多了啊，好什么的都有啊。我比较喜欢写字儿，哦，毛笔字儿啊，我好这个。您喜欢写字？我在我们家墙上写，拿毛笔写，在墙上写，墙上哎，连写带画，哦，省纸，对，费墙、啊、哎，我写完了，我媳妇就刷浆。我写完他就刷浆。嗯，早先我们家120多平米，嗯，现在还剩30多平米。好嘛，全是腻子了。嗯，房不够住的。还有人好抽烟啊？对，于谦的父亲啊，我爸爸何子老爷子好抽烟。是最早来说抽烟叶儿，旱烟，说那个过瘾，那劲儿大，整板的烟买回来把它搓了。对对对，而且还得上面喷葡萄酒，哎，有酒香味儿。说这抽起来味儿也柔和，有甜味儿。哎，对，喝往上面撒。啊，他母亲舍不得，贵。你想撒葡萄酒，嗯、啊，那哪受得了啊？是，背着老头就给换了酱油了。啊，酱油，给搁点辣子面，嗯、啊，搁点孜然，嗯、啊，老头抽，是抽，天天抽。嗯、啊，站在胡同啊，嗯、啊，过来四个孩子，嗯、啊，还有大腰子吗？嗨、哎。像羊肉串儿是怎么着？我们出门演出去，四川那边有那种竹筒的烟啊，对，水烟，这么大个竹筒子啊，一抽起来也有水，对，咕噜咕噜响，好玩极了。我说这个好，嗯、啊，过滤。对了，给你爸爸买一个吧，啊、哈哈，给老头弄过来，倒是好玩。是，举着这个，咕噜噜，咕噜噜，咕噜噜，有意思。可就是一样，嗯、啊，觉着不过瘾，过滤出去了，烟劲儿小、嗯。对，抽完之后。把这塞儿拔开、嗯、对对对对对对对、哎、喝呀，喝这水啊，喜欢这个啊，还好闻鼻烟，鼻烟，这只有北京那儿有一家卖鼻烟的，就这么一家。哦，一进去把脑袋搁在柜台上啊，师傅一个鼻子眼装一包。嗯，嗨、哎、瘾太大了，一天到晚闻鼻烟、啊、喝这个啊，抽烟袋、哦、抽烟卷全来，乍一看这老头跟腊肉似的。这些没有这么比的，人的爱好不一样，但这些爱好我觉得不好啊。哎，我觉得不好，有伤身体。就是他，尤其他父亲，嗯，他父亲在方方面面来说都非常的可乐。怎么可乐呀、啊、有意思啊。老头啊可能上了年纪了，嗯，这个脑子跟年轻人不一样。老了嘛，年轻的时候也就好看看书，看书是好习惯。哎，什么青春期卫生保健啊，新婚必读什么的啊？什么岁数看这书啊？好学习呀、啊！学这干嘛呀？老了之后眼睛花了，看不了了，不看书了，就好别的了。嗯，好迷信，这可也不好。这什么叫迷信啊？迷迷糊糊的就信了。哎，还糊涂着呢。就是他母亲跟他爸爸比起来，比迷信还要加了一层。怎么？愚昧，他无知。哎呦，他们老太太。他们老太太信邪教，邪教啊，出去都别说去啊！啊，国家不让提。哎，您可提了呢。想当初有个一贯道，嗯，上岁数人知道，
一贯害人道，是这可害人。他母亲信这个，哟，后来呢，国家就不让信了，对了，取缔了，嗯，全世界就剩他妈一个人信这个，还信呢？老太太偷着信，自己来，就专门信这个，哦，呵，可了不得了，嗯，什么事儿不听别人的，完全听这个的，哦，这个一贯道，有病了不吃药，啊，哎，吃香灰。香灰，香炉里边香灰一大包，嗯，挑点水，搁点糖，全吃了。那叫炉药，一大包，嗯，吃完了，两星期结不出手来。我吃那东西可不是吗？吃点药吧，啊，往打一打，拉出四盘蚊子香来。哎，我妈拉的还够细的啊！不许拿老人家开玩笑啊！是你要不说呢，这个啊，我就看不惯你这个什么呀。后来老太太那病越来越重了，那可不是吗？你就上大夫那儿看看去。嗯，不去，嗯，自己有主意，想法怎么办呢？嗯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嗯，有一偏方。什么偏方？吃亲人的一块肉，吃人肉，多愚昧呀！嗨，这不是胡说啊！亲人身上切块肉吃。太残忍了，谁下得去手？哎，这没人干这事儿。夜深人静，老于家全家都睡觉了，老太太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，嗯，眼泪哗哗的，舍不得呀。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我到那儿，人都说月牙夕阳月老，嗯，好，还真够快的。月老他交给我，提着刀就把人杀呀，嗯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。哎，行了，别看了啊，谁是鬼子呀？攥着刀一狠心啊，迈步进这屋。哦，进屋了，看着亲人，心里不是滋味，难受了。拉谁的肉？是啊，于谦。哦，我在那儿躺着呢，亲生骨肉。那是亲儿子。对，老头子，丈夫，于谦的爸爸。对，老两口子一辈子你舍得吗？也下不去手。于谦的媳妇儿。对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行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啊，没有这么睡的，知道吗？挺好吗？什么好啊？大户人家，大户人家都挤一个屋里一个炕上。不是，家里装修，装修也不能这么睡，那几间屋子都装修啊，跟着一个铺上先救活着。那不能这么救活。有帘儿。有帘儿行。有一道帘儿。对了，把于谦隔开。把我隔开，把我隔开，像话吗？把谁隔开？把谁隔开？这都得分着。就说这意思吧，说这意思吧。意思啊，老太太站这儿，眼圈都红了。啊，脚踏黑土地，哦，还唱，头顶一片天。嗯，一撇一捺两个人呐，啊，活在天地间。嗯，人间有正道啊，岁月有更迁。嗯，我这一刀剁了你呀，啊，只求无愧过百年。哎呀，阿妹呀，甭弄这过门了，就，啊，还高什么腔，啊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下手？这俩人不行啊，下不去手。老头子肯定不可能。那当然。于谦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亲生的骨肉啊。对了，我真拉孩子一刀啊，我对得起他父亲吗？是他父亲现如今在云南那边 啊。哎，心里不是滋味。这个别说了，什么云南？这不炕上躺着呢吗？躺着这是爸爸，一样知道吗？那不一样，那名儿都不一样。名儿不一样，人一样。你甭问了，问的心里也是病啊。对，我不问这病更厉害，知道吗？嗯，都不行啊。儿媳妇吧。我媳妇小潘。我媳妇姓潘。小潘啊，金莲啊。我媳妇叫潘金莲啊。这名字肉头，你知道吗？肉头管什么呀？金莲，你媳妇坐下来啊。啊，嚯，啊，哪有胡子呀？他壮啊，他壮壮也不能长胡子呀。
讨厌，公公叫完了，婆婆叫，还让人睡觉吗？哎呀，嗨，这没有这么说话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这大半夜的怎么那么说话呢？怎么回事？啊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嗯，马上就有事儿。嗯，娘俩出来。哎，嚯，孩儿啊，嗯，妈跟你说件事儿吧。说吧。俺这身体不行啊，啊，现如今得缺块肉。嗯嗯嗯，就是你了。哟嚯，你媳妇接过刀来，嗯，跟大腿这咔啊，半斤多啊。嚯！鲜血淋漓地过去，老太太接过来，眼泪都下来了，心疼了，太肥了啊！别跳了啊，这就，我看看那个腿，哎，行行行，全拉呀！啊，你先吃啊，吃的好再说啊，好嘛，吃卖肉的了。嗯，老太太来到厨房这儿，切完了，嗯，拿团粉抓好了，哦，搁到碗里边，真细致，啊，嗯，挑了四个土豆，嗯，泡了一把粉条，啊，哦，都搁这儿。打个电视干嘛？哎，电视里边出现一个那样的人，戴个眼镜，嗯，小平头，嗯，啊，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。哎，这现学是吧？看完了，啊，这几样都搁了一块儿，一大碗，哦，连汤带水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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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全都吃了啊。行，你说这个玩意儿偏方治大病是吗？吃完之后没三天，这病啊好了，死了。那还不死？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就哭啊，心疼啊，腿疼 啊， 啊，对，这么大一块肉能不疼吗？腿疼啊，是吧，啊，这就是迷信，是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，这不能信是不是啊？可不是吗？啊，这个他爸爸比他妈还可乐。怎么了又？老爷子信的更多啊。你说这个什么基督教啊，道教啊，佛教啊，什么都信，全信，无论走到哪儿瞧见佛爷的铜像啊，画像啊，光机就磕一个。哎呦，哎，虔诚，走到画店，人这挂着了啊，菩萨像。对，他爸爸过去，棒棒棒，磕仨头，这就磕。哎，完事送派出所去了。干嘛呀？柜台磕碎了。好嘛，啊，瞧着点儿，这的。上人朋友家串门，朋友家这儿供着金佛。嚯，哦，呵，老头跟着棒棒棒磕仨头，还磕，很虔诚。对了，临走的时候把这佛爷搁裤子里边了。哎哎。偷啊，出去找一当铺给卖了啊！什么人性的好这个，嗯，千万不要迷信。对，有的时候来说呢，有的人说，哎，这不对。那比如说，嗯，我们家里边供一财神爷，是他保佑我发财啊，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，这是心态。您还得去努力去。对，说你单纯跟家磕头这不管用，老磕头还行，你光磕头，保佑你啊！出门你捡一钱包，是你是乐了，嗯，丢钱包那怎么办呢？对呀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还得奋斗，还得去工作，还得努力。但是呢，咱们很多地方啊，这种封建迷信的事情还是有啊。那农村有，你要说彻底绝根儿，这不可能。是，还是有。嗯，比如说跳大神儿的，跳大神儿。哎，说你们家妖魔邪祟啊，这儿不干净，那儿不干净了，他给你请来神仙，嚯，这么一通跳啊，最后啊降妖捉怪了，你给他钱。这也是迷信的，这是骗人呐，啊！嗯，啊，各地都有，是吗？啊，农村居多。对，我认为所有的跳大神里边，东北的跳大神是最有艺术性。这怎么还有艺术性呢？他是连说带唱。哦，还唱，两个人配合。哦，一个大神，一个二神。嘿嘿，呵，跟说相声一样。哦，那么热闹，有逗哏的，有捧哏的。嘿，张嘴一唱，那是一套一套的。哎呀，这么着，啊，您学学这个东北跳大神的怎么样？有艺术性，咱们也听听。没嗓子，你都来不了这个。是啊，好听啊。怎么唱啊？西山黑了天，家家户户把门关，喜鹊老过森林奔，家乔扑克奔方言，五爪的金龙归北海，千年王八回沙滩，世家上了九家锁，还有一家门没关，云淡淡雾满满，分起了大难香，请神仙呐，哎哎哎呀，嘿嘿，哎，多
手拿起文王鼓，右手拿起了单弦鞭，鼓也不叫鼓，鞭也不叫鞭，鱼皮鼓柳木拳，奔着砍抱的远，横三竖四八根弦，四根朝北四根朝南，还有这先砍跟阵训练坤队八个大通天呐、啊、哎哎哎呀一别慌二别忙，或是灰或是黄，或是鬼或是长，或是哪吒三太子，或是托塔李天王，要想家宅得安泰怎么样，除非把于谦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吧。哎哎